这就是神秘人吗？竟然看不出任何的实力，这倒是有点神秘。请问你是神秘人前辈吗？我是来转职隐藏职业的。请出示你的隐藏职业转职书，然后进入界面选择隐藏职业。隐藏职业分别为修罗神王、暗影君王、太古龙帝三个职业。不是吧，这三个隐藏职业都十分厉害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小张全都要，不过应该只能选择一个，那就选择暗影君王吧。玩家是否确定转职隐藏职业暗影君王？确定转职。嗯，不是吧，转职还要做任务，还是个 SSS 级任务，是不是玩不起？一个小垃圾。咦，有系统提醒，点进去看看。玩家需要前往四大混乱之地征战四大 boss， 并且需要击败四大 boss， 吸收完四大龙王 boss 的灵魂力量后自动转职成功。前辈，这隐藏职业转职任务这么难，难道不能给我一些帮助吗？臭小子，这里有把法杖，你拿去用吧。哈哈，有了这法杖，对于转职任务增加了信心，出发。哥哥，上次我在打完副本任务后，竟然被那周杰峰带着工会的人围堵我，你一定要为我报仇。薰儿，你放心，我要神灵劫，今天这么多兄弟在这，必然给你找回面子。